谁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别过来！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冷家大少爷冷月明。冷家大少爷冷月明，那玉轩呢？这么说，刚刚跟我成婚的人是你？嗯，是我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要嫁的人不是你啊，我要嫁的人是月轩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方便出来见你。为什么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一个被冷家遗忘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人。你，我不管你是人是鬼，你赶紧出来！你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呀！你又不是哑巴，你快告诉我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如果从一开始我不跟你打打闹闹斗来斗去的，从始至终我对你仔仔细细认认真真，既正经又老实，而且还寡言少语，那你会不会跟我在一起啊？就算你再犯错，我都不会再怪你了。反正我这狼府上下一半的人都站在你这边。我想问你，聘礼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你看见的那样。我愿意嫁给你。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你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所以说你看到的我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呀？你出不去的，他们已经把门锁了。